新闻继续转镜头，谁来破主持？要来看的是破主持的老建筑何小屋，伫咧电影人数的努力之下，除了讲系伫咧闽南地的名文之外，嘛是为着办理文化活动的场所。但是这厝下老古的老水，所以伫咧28号是来举办着厝下的修复活动，有民众亲手将一块过一块的厝下来搬落来。希望借由修复老建筑的厝顶和社区来做连接，延续文化资产的新生命。伫咧瓦片顶面签下个店名，来为老建筑文化资产保存做见证。因为这拢是对历史建筑和小屋的厝顶，用手工一块一块所搬落来。透过这个屋瓦拆卸下来传递的过程，让大家身心都一起体验，同时呢来支持。那么把这种传瓦的过程，变成跟大家的一个心，跟这个历史建筑和小屋能够连接在一起。经过了解。何小屋原本是警察宿舍，在无人住之后，成为着地方上的中转点。不过，在地方人士和文书工作者的努力之下，获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支持，由森林科技大学团队创立地方社团进行着修缮和整理。在过去一年来，更在现场举办超过25场的活动，堪称是破主的文化客厅。今仔日吼，咱这个记者会办了非常的成功，咱嘛希望讲申请这个均衡城乡发展的一些方案哦，咱希望讲为何小屋开始将从咱的破筑哦，慢慢把它打造哦，让它亮起来。森林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苏明秀强调，修复何小屋是有力带动着破筑文化资产工作的推动，并召集真侪志工的投入。苏明秀认为，这是破筑推动文化工作一个真大的转捩点。空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，所以呢，空间保存了，我们后代才有可能透过空间来了解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苏明秀强调，修复何小屋厝顶漏水，看起来简单，将瓦片掀起来动作。是人变成着人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期盼，同时签下个店名，和修复的志工和老建筑有更多的文化连接。新闻客家红破竹七彩红报道。